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牧人青草地要和大家分享的灵修进度来到新的单元雅各书。这卷书很强调实践信仰的重要性，因着将信仰实践出来，使我们属灵的生命最终得以完全。今天来看雅各书第一章，开头二到四节的经文便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点出一个重要的主题，试炼与基督徒生命的成熟有直接关系。我们教会的喜乐神学，其中一点便来自这段经文。试炼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更加成熟，以至于信心能够生出忍耐，进一步达到成全完备。因此，我们若愿意被熬炼，忍耐的功夫将有达标的一天。就像彼得前书所说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同样为基督福音的缘故遭受许多苦难的保罗也是这样说过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这样的大喜乐不是强颜欢笑，或是故作坚强去忽略事实，而是因着经历到我们的信仰不再掺杂一点怀疑，那样不断被扩张的真实信心，即或不然，面对外在逼迫所导致的苦难，落入重重围困之中，却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因为全心信靠而得着全然的喜乐。这并不容易，所以在这过程中，我们要持续向上帝求能够明白这道理的智慧。主的轭是容易的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，将他的心意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，不要充满疑惑，甚至心怀二意。那么美善的上帝必将这恩赐赏给求告他的人，使我们有智慧能够明白，这才是存到永恒的财富。再往下看，经文说到人被试探，必须用忍受来面对。前面所说的试炼和这里提到的试探，虽然是相同的原文，但意思却有分别。前者是指外在逼迫引发的苦难，而这里试探却是指内在罪恶的引诱。我们不能说我的试探是来自神，因为神不能被罪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在神毫无黑暗，在魔鬼也没有光明，但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贪念牵引诱惑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让罪长出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。我们不能推卸责任，得要自己靠着上帝来忍耐承担。在我们的信仰与生活之间搭一座桥梁，在教会中虚心地领受真道，并且要将它实行出来，就像照镜子整理仪容，看见自己本性的缺憾，便用真道来修正自己，真正地走进上帝，将神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。若我们只是照完镜子便离开，也忘了自己的本性如何，拒绝让真理在我们生命中发挥功效，那就是自己欺哄自己。经文很具体地指出，真实的生命见证是言行合一的信仰，是能够控制言语，照顾孤儿寡妇，并保守自己不与世界的风俗同流合污。这些是真心敬畏上帝的人应有的表现。愿我们也能习惯性地照顾那些在困难缺乏中的人，
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唯有你是全然光明，有信实的将所有美善的恩赐赏给我们，为了一个美善的终极目标，就是将我们分别为圣归于你。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以上帝儿女的身份，在试炼中对你有全然的信靠，如同教会所走过建堂的道路，还有对时代所发出的呼声，帮助我们能够至死忠心，去得着生命的冠冕。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宝贵的名求，阿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来到人生一台戏单元，我是燕君牧师。曾有人说，人生的上半场是为下半场预备的，人生的下半场比上半场重要。细细品味这句话，真的获益良多。如果人生的上半场是为了要完成一个器皿的建造，那么下半场的任务就是要完成承载这个容器的内容。上半场若有坚固的根基向下扎根，那下半场就会稳固向上结果。我的人生上半场生长在一个小康的家庭，上面有优秀的哥哥姐姐，父母是公务人员，当时有两个孩子恰恰好的政策，所以每年补助孩子两位津贴，而身为老三的我常常被爸爸拿来揶揄，说你是儿童乐园捡来的，家里没有你的口粮，使我心中极度的没有安全感。对于功课不怎么样的我来说，还惧怕，时常会怕被丢出去。每次进入新的学习阶段，几乎每位导师都认识我的哥哥姐姐，他们都会说，你就是某某某的妹妹啊，你的哥哥姐姐功课都很好，你怎么……就这样，在大而沉重的压力伴随着我人生上半场，因此我不爱说话，也不敢面对众人，我喜欢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当中。选择走音乐的路，不是因为我有才华，乃是因为我想逃避，可以躲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，可以避免接触人群，但心中的空虚恐惧随着年纪增长也日益剧增。我是怎样接触教会的呢？要说起妈妈在年轻的时候在教会学校服务，当时的宣教士给妈妈留下很好的印象，教她弹琴，教她唱诗歌，虽然她还没受洗，但一直对教会有接触。只是婚后生了三个孩子，爸爸严重地警告我们，不准我们去教会，再去就要打断你们的腿。爸爸说，信仰等你们18岁自己再决定，他不会拦阻。冲着这句话，我跟姐姐在18岁的时候就纷纷去了教会。19岁那年，姐姐在国外读书，有一次因为头疼剧烈就被送进医院里面，因为检查的结果发现颅内有血块，急需要开刀。幸好当时华人教会弟兄姐妹帮忙处理。我还记得当天台湾正受台风的影响，打完这通岳阳电话同意手术之后，电话就断讯了，整整两天的时间才修复。等待的过程只能祷告再祷告，看着心急如焚的父母，我们都无能为力，只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代祷中，终于手术平安顺利，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。神也亲自感动了我的爸爸，
愿意洗礼，亲身经历神是超越时间空间的主，使我们全家进入了恩典之路。21岁那一年，我也去了国外求学，一方面照顾姐姐，一方面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。但出了国，离开了舒适圈，语言的障碍、环境的障碍、学业的障碍，吃尽了苦头，开始我的旷野之行，才认真的跟神建立起关系。我曾一度埋怨神，为什么给哥哥姐姐有聪明智慧，却都没有给我。神用1000两仆人的比喻，重重的管教我，是我把自己埋在恐惧里，埋在埋怨里，埋在自怨自艾里。神让我再一次认罪悔改，重新认识自己，学习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神说，在患难之日，若胆怯，你的力量就微小。我跟神说，求主帮助我，我要改变，靠着我走不下去，但求主来帮助。神用约翰福音14章21节回应我说，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并且向他显现。我确信这是神与我的对话，也跟神立约，一生侍奉的道路。人生的上半场在旷野中，神用云柱火柱带着我慢慢前行。11年的求学之路，在音乐方面的造就反而不是重点，而是被神磨练，建造合神心意的路，合神心意的性格，成为我人生下半场的养分。从代职服事到全职服事，使我战战兢兢。神学院毕业后，父亲生病，引起了肺炎过世。2年之后，我的哥哥也因中风过世。服事的道路上，给我很大的反思。我就问神，你恩典之路的应许是什么呢？照顾爸爸跟哥哥的那些时间里，弟兄姐妹陪伴与带导是我最大的安慰。哥哥也在病榻当中受洗了。当我梦见哥哥如孩提般时灿烂的微笑，向我挥手回天家，心中得着最大的安慰。原来全家信主得救的应许，是神赐下最大的礼物与祝福。我还有什么放不下、不为主而活的呢？感谢神使用我人生上半场的磨练，成就我人生下半场服事的动力。谢谢大家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